有没有？啊？这两条鱼，这是草根吧？一定草根呀！啊，我是草根，哎，你看，是不是？我这一嘴巴我呼死你！刚才说对了，这又打错了。啊，说错了。草根呢，不是黑鱼棒，我脚黑鱼棒子跟它长得差不多。那还差点，差多了。是吗？啊？昨天晚上中午吃花脸。是花脸呀。啊，那花脸成大了，成厚了。呀，这有才呀！什么？梦着鱼就有才呀？是吗？那啥呀，成厚了。呀，这才脑子才成厚了，看样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小，还有才的这。昨天晚上我下来宣读的，要耗磕拉哭了，鱼都跑了，整这点儿。早上倒点鱼啊、哦，没倒多少。宣读的呀，要耗磕几个小哭了，把鱼全放出去。静静身，吃个清炒。怎么样？听我说话，听话了啊！哎，好好在外溜溜了，哎。白了他们哟，毛啥的光着呢。真大白鹅呀！